老师为梅妈孩子圆梦。拿到如果可以的造句，你会怎么写？我希望有一个妈妈，没有人在我身边，帮我上功课，心里好无好无趣。从小没有妈妈的嘉义秀林国小二年级的阿福，用这句造句写出了心里最渴望的事。阿福在妈妈的肚里时，爸爸就不知去向。妈妈生下他后，把他丢给阿公阿嬷，但他们是低收入户，一度想把他送到孤儿院，最后还是咬牙把他带大。上个月28号，导师出了如果可以的造句。我希望有一个妈妈，没有人在我身边，帮我上功课，心里好苦。已婚无子女的老师先怡婷心疼不已。我可以当在学校的妈妈，进教室之后呢，然后小朋友就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那天气氛就很奇怪。我一样也说，哎，小朋友早，他们说干嘛早，我就非常的讶异。原来同学知道后都想要有这个妈妈，我都把孩子呢当成我自己的小朋友一样。这是我第一次教到小朋友会叫我干妈的，我其实我很高兴。其中最开心的莫过于阿福了。那你觉得妈妈长得应该是怎么样？跟老师一样哦。干妈早，早，大家早。动新闻，感人的干妈老师报道。